我们再来看一个急性子的司机啊，这位司机呢，在30秒内是连续变道多次，最终呢是自酿苦果呀。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，在一个十字路口直行到刚刚变绿灯，突然一辆蓝色小车就从最右侧辅道上窜了出来，之后一路加速前行，又从辅道连续两次变道到最左侧车道，直到行至下一路口停在了一辆等红车的工程用车后方。等了没几秒，蓝色小车显然又没了耐心，再次从工程车后方向右变道，但这次意外发生了。正好前两天我刚考完这驾照啊，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伙儿了好好的说了说道。驾校里咱们学过啊，实线不允许变道，路口不允许变道，多车道不允许连续变道。您说您这位倒好，全给犯了。是，所以说这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后果，希望呢这次呢能够多长点教训。而且刚才从视频上看，这个场面也太危险了。是，两辆车夹在一起，还好这个司机呢没有受